咁都係遊戲啫。係喺遊戲嚟，係。買翻嚟幾多錢？我買翻嚟2000，因為嗰陣時咧就仲炒得高啲，差唔多接近3000噶啦。嗰陣時點解你會買咧？點解想？因為嗰陣時咧，即係我有就即係行啦，有啲部分即係咁啊 out 咁，所以咧就買咗呢部機。買呢部機之後咧，就買一隻 game， 買一隻 game 之後咧，再買一隻。買呢個。即係幾樣嘢配合埋。你根本就冇咁嘅需要，而你買咗呢樣嘢係一個錯誤嘅選擇。係啊，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咧，應該當初係考慮清楚。係啦。自己有冇呢個時間？唔緊要，我幫你改正。嗱，我補錢俾你矯正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損失。嗱，因為你已出之物㗎嘛，你嗰2000多蚊係嘛？你翻唔到嚟㗎嘛？我覺得800蚊你應該俾我。嗱，不如咁啦，如果做到1500咁得唔得咧？因為我原本開咧，真係唔係呢個價轉，同埋咧，即係再講多一樣就係我。